很强霸气语录合集，女人不要太好敷衍。像我觉得男生常常会觉得自以为是，自己很了解我要什么东西，对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比较强这样子，帮我买一包饼干。好啦，就我回来了，我说我叫你买饼干，你真的只买饼干？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头脑都没有，举一反三都不会吗？你这样怎么做了大事呢？如果你这个人不懂举一反三的话，你是不是很多事情你都会做得非常吃力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包饼干两个人怎么吃啊？你在省这个钱是在省钱，在为我省钱吗？还没讲说我想要怎么样的帽子，他说，他就把我给他挂掉了，就拿顶鸭舌帽给我，还是那种很丑的那种给我。我说拿来之后，我就说，我还没有让我讲完我要什么帽子，你是挂我电话做什么？那你现在这些东西是我要的吗？那你这样不是惹我惹麻烦，什么东西？一个男人做到这样，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将来怎么做大事？对，你再跟我吵架，跟我吵这句话是不是？你死定了！跟我吵架说还利用我来让你的业绩变好，来利用我是不是你的人生吗？我说你这样子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？你讲完更看不起你。他说可是我想要证明我是对的。我说对跟错就只有就是很一般两点东西，你不用来证明你对或错。对跟错的东西，如果我是有理的话，我怎么讲都是对的。你不要跟我争辩什么，就闭嘴就好了。办法举一反三的笨蛋，是的，我就会跟你跟他，我就会跟骂他。你不懂举一反三，你才干什么？我跟你讲话，你还不懂的是我叫你去买，那是我去买吗？男人要做大男人，他有做大男人的本事啊！你要让我看到你有大男人的条件啊！你有钱吗？你为不了什么钱？你竟然要求我屈服于你之下，怎么样都受不了的嘛？这个人赚多久？赚个两个礼拜差不多，还够演技费耶！就不管是脸或是身体的，我一定都是把钱拿来投资自己，因为我觉得钱这种东西，女人要花在自己身上，宁可花自己，不要花给男人。我认同，男人是怎样视觉性的动物，就算你今天在为男人付出，可是你只要样子不好了，或者你没把自己顾到了，男人很快就变心了。